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古早味的餐点和木质怀旧家具最能够让长辈感到亲切。古山日照中心除了会现场制作长辈的午餐之外，还会挑选有古早味的传统佳肴，像是客家小炒、粉蒸肉等等。而到了午休的时刻，长辈还会自己到旧衣橱拿出小毛毯来盖，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温馨。李大哥快手把芹菜切成一段一段的，再和豆干一起翻炒，改良版的客家小炒没有难咬的鱿鱼干，吃起来不油不咸，一样香味四溢。我们并不希望这些有慢性疾病的长辈在这里，那么发现他们的饮食跟别人不一样。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是他们融合在一起，但是很多菜看起来一样，但是里面的味道确实完全不同的。另外这一锅粉蒸肉更是令人垂涎三尺，一般外面很少吃到，这些都是李大哥特别挑选一些传统的佳肴，改良成长辈适合好入口的菜色。所以您可以看到所有的菜色都是很怀旧的菜色，而没有很花香、很绚丽、很花俏的菜种，但是味道却是他们记忆中的味道，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菜的接受程度很高。李大哥原本是做房仲业的，和餐饮业完全不搭嘎，来到日照中心之后，就把自己的一些家常菜和长辈们分享，没想到长辈吃了之后都竖起大拇指称赞。长行的做这么你在做不呀？很毅然决然的，就是从不动产的工作里面退出来，然后投入这个长照的工作这样子。那么烹饪的部分原本只是我自己的兴趣而已，而不是跟没有在烹饪的相关行业里面从业过了。上了一上午的课，也吃饱了午餐，要准备睡午觉了。长辈们就会到这个木做的旧衣橱，拿出自己午睡时要盖的小毯子。旧衣橱朴实的外形和熟悉的味道，感觉就像在家一样。那这些衣橱跟柜子，长辈他闻到那个味道，或者是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知道怎么用，而且他也会去用。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让长辈他透过这个参与跟使用，让他的生活的自理能力能够不要退化掉。古山日照中心空间宽敞明亮舒适，长辈们在这里快乐学习，还能够吃到照顾专员精心制作的美味佳肴，度过开心的每一天。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台湾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当高，再加上失能、失依、失智的弱势长辈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急需要社会大众的关注。华山基金会前镇爱心天使站多年来不仅募集民众的爱心，也提供给长辈生活上的协助，为他们心灵方面带来很大的支持。而日前在前镇区竹溪里举办茶会的场面就相当温馨。曲目响起，乐团主唱邀请阿嬷一起合唱，场面温馨感人。这是华山基金会前镇爱心天使站四号在前镇区竹溪里活动中心举办的感恩茶会，活动安排歌曲演唱和手工艺 DIY 活动，和长辈同欢乐。基金会前镇阿转的议员全力掌声，你找个活动空间嘛，我讲而且我。活动中心空间很大，可以来文宣使用啊！啊，个这就为伊看过，我们里长全力支持了。高龄化社会中，三失老人指的是失能、失依、失智。爱心天使站募集爱心经费，为这些弱势老人提供物资和访视等需求。服务个案中，有一位阿嬷为了照顾卧床丈夫，负担极大，透过爱心站的协助，才逐渐减轻了生活负担。啊，台湾的老人来。当活动，啊，拢来到厝，甲阮载，啊，甲阮带转去到厝，有够感心的啦，有够好的啦。奶奶呢？她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属于我们华山基金会界定的这个三失老人里面的失依老人的一个部分。我们基金会除了就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不足的部分之外呢，再来就是我们会带他们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做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参与。将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社会上的这样的弱势长辈呢，能够让他变成只要跟我们一般的长辈一样，就是我们尽量能够做的。
台湾的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 14%， 许多长辈家中无子女陪伴，也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华山爱心天使站不仅为这些长辈提供生活上的协助，也为他们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支持。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空气污染有害健康，对孩子来说影响更是严重。市议员陈信瑜和厂商共同研发一台空气清净换气机，除了能够过滤 PM2.5 之外，还能以正压换气的方式降低二氧化碳和产生负离子。目前免费提供一台供一家幼儿园使用。拿着空气监测器检测室外的空气品质，包括 PM2.5 和二氧化碳浓度，接着再将监测器拿到装有一台空气清净换气机的室内教室， PM2.5 和二氧化碳浓度明显下降，达到室内空气品质的要求。在这样子的室外跟室内的这个测试之后，我们一进到这个室内的教室，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PM2.5 的数字是骤减的。这台机器是市议员陈信瑜召集专家学者和专业厂商组成团队自行设计组装的，和一般的空气清净机一样，有降低 PM2.5 的功能之外，还能降低二氧化碳和产生负离子。小朋友在室内活动时不会因为缺氧而昏昏欲睡。但是它这个有换气，把外气换进来，所以可以让 CO2 保持一定的这个量，而不会太高。太高的话，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会昏昏欲睡。而且全部都是台制的哈，那这个电费的部分大概一个月也不到100块。由于教育部已经计划补助学校装设空气清净机，议员希望装设的机器有净化室内空气的功能之外，也能以换气方式引进室外的空气，避免室内二氧化碳过高。那结果我们今天也证实说确实很有功能，让小孩子可以在很好的空气环境品质里头，幼儿园里头来上学。而且这个计划真的相当的成功，希望也可以提供给中央在做安机的时候做一些的参考。空气污染会引起过敏等症状，是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因子，尤其孩子的身体敏感又脆弱，议员们希望孩子待在室内的空气品质也要符合标准，重视学童的健康。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要洗出 Q 弹可口的爱玉，通常需要很多工具，有点麻烦。市府原民会突发奇想，研发出爱玉吉祥包，用茶包的方式将爱玉籽放入夹链袋内，加入矿泉水之后搓揉5分钟，再静置20分钟，就可以享用 Q 弹可口的爱玉了。一个人想吃爱玉，自己洗也不怕麻烦。这包夹链袋里就有茶包式的爱玉籽在里面，还有原乡部落的高山茶，自己动手 DIY 就可以洗出爱玉。我们的爱玉包里面有我们的山茶，山上野生的山茶，跟我们原乡部落的爱玉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原乡部落的梅子做出来的紫苏梅汁。在爱玉吉祥包里加入水，轻轻搓揉，爱玉籽里的果胶就会慢慢挤出来。但是要凝结成冻，还有矿物质成分的水是关键之一。水来源显示地下水体的矿泉水，然后将矿泉水倒入爱玉包里面，200cc 的水量倒进去，200cc 的水量，然后将爱玉包拉链拉起来，然后在水里面搓挤5分到6分钟，然后这样子等待它凝固。经过搓揉之后，爱玉果胶和茶汁充分混合，静置之后凝结成冻，再加入特调的梅子汁，酸甜又 Q 弹的爱玉足够一个人慢慢享用。等待它时间凝固的时候，我们再将它打开，然后淋上我们的紫苏梅汁。我们这边会附一个紫苏梅汁，原乡部落的紫苏梅汁倒进去里面，然后做来再来饮用它。爱玉的吃法可以更多元、更有创新性，而且更让族人更让市民朋友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利性、随手可得的一个商品。目前我们已经有实体的通路是在盐旅社以及高雄的物产馆，然后网络的通价也会有。然后明年开始我们也会开始进军国外的市场。爱玉是台湾的特有种，是高雄原乡部落重要的经济作物。市府原民会辅导开发爱玉吉祥包等多种爱玉相关商品，让民众随手就能够吃到爱玉，增加爱玉的附加价值。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乐活
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老杯少是许多人都有看过的民俗艺阵，而公杯婆也是其中衍生的一种传统表演。长期生根在地文化的三民区冥想社区就成立了公杯婆千岁团，曾经到过各地表演艺阵，颇受好评。而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文化之美，今年跟石泉国小合作，希望将公杯婆的民俗文化向下扎根。大朋友跳，小朋友也跟着跳，恰恰舞步民俗古装公杯婆打扮，逗得石泉国小师生乐开怀。这一天石泉国小中庭特别热闹，冥想里里长吴庆东带着李明连夜赶工的公婆人偶头发道具交接给石泉国小，要把民俗艺阵公杯婆文化向下传承。首先将这个道具，这套道具啊，较紧教好。啊，当然，这嘛爱五万校哦，积极来训练咱这小朋友。啊，初步是可能爱选十个至十五个精英啦，就是讲这个较活泼的。啊，当然要取得家长的同意，这重要紧的啊。啊，安尼这好事啊吼。啊，将来若讲教师训练好势吼，我咧想讲，来当石泉国小这小朋友，啊，甲阮社区这老班的哦，啊，这就真正老少组合啊。深耕在地的冥想社区发展协会，从民国101年向文化局申请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组成公杯婆千岁团，试图参与公演。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文化之美，今年特别跟石泉国小合作，组成小小公杯婆剧团。学校跟社区本来就有义务要合作，一起对文化传承做尽一点力，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接下这个传承的活动。就选派我们小朋友进行今年度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一个学习。看到阿公阿嬷画上浓妆，穿着人偶道具，一人分饰两角的双生障眼法，小朋友好奇的摸摸看看，刚开始跟着跳，虽然有些害羞，却也开心舞动身体，加入阵头。可以拿很多道具在那边跳。那你之后想要学吗？不要，来，我想穿。为什么？很好玩。会表演给阿公阿嬷看吗？好啊。跟一些其他的才艺比起来，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就，古装吧，比较古装啊。在电视上都是现代化，有别于现代流行舞蹈，小朋友表达愿意学习公杯婆传统艺阵，更显民族珍贵。特别是流传百年的民俗艺阵，有着长辈过往生活经验，在传承过程中也能拉近彼此距离，增进祖孙感情。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楠梓区惠南里有一处绿色环保墙，特别受到周遭居民的喜爱。里长曾新惠表示，花墙的主人相当有创意，利用废弃的塑胶空瓶和马桶储水箱当作盆栽容器挂在墙上，十几年累积下来成了独一无二的环保绿化墙。带您一块来看看。看似不起眼的墙面，仔细一看其实大有玄机。五颜六色的回收空瓶里头都有小植栽，黄金葛、紫色的幸运草装点的缤纷热闹。花墙主人说，这可是他用心照顾十多年累积的成果。花卡放下无，伊会吐出来啊，那个三车鬼样揢着啊。我出国一直都无，我爱买花卡，买枫叶花卡摸动来无，结果人甲我的花啊。花甲土甲我倒掉，花卡甲我揢转去。啊，所以我一个阮的工人换变数转来无，啊，我就无路通放嘛，我就凊彩甲放下。我，这个所在咧，拄仔放一个水箱，拄好哦。
本身就很喜欢种植花草的水电行老板娘表示，起初也是用一般盆栽容器，后来发现废弃的马桶储水槽尺寸一致，更加美观，而且不会影响通行车辆，再加上回收的洗衣精空瓶，渐渐装点成惠南里人人称赞的环保绿化墙。人伊用安尼起来水啊，迄个形体甲外口也无同，吼、哦。啊，你看了心情敢会介好？哦，会哦，早是人定来翕呢。老板娘哈，那个吉泰水电行的老板娘，她真的很用心，她把那个所有的那个环保素材都会用在这里面的，而且她是自动自发自己去设计的，哎，真的是很棒。有别于时下流行的彩绘涂鸦墙，环保绿化墙不但可以美化空间，也能降低室内温度。里长曾新惠特别鼓励里民发挥创意，打造有绿色生命力的彩绘墙。而且这片边吼经营噶足好诶，那环保的概念都已经把它引用在这边。那我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一面墙，能够让我们惠南里的里民自己哈，也能够回去去装扮他们自己的墙壁。好，有一些墙壁比较不 OK 的，我们可以把它那个稍微再美化一下啊，然后就是用加入那个环保的概念进去。这处独一无二的绿色环保墙就位在南子区火车站前建南路的巷弄里，下次有机会不妨放慢脚步探索巷弄里的可爱美好。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苓雅区一名关怀据点有一群热心的志工，每周两天带领长辈快乐学习成长。其中负责舞蹈的志工老师方姿乔，不但会编排适合长辈的舞蹈，还会带领长辈到安养护机构为其他长辈表演。最近他们还将报考街头艺人执照，活力十足。舞台上，老师带领长辈跳健康操，配合流行歌曲，把像是买菜、煮饭、扫地等生活中的家事项目融入动作中，跳起操来更生动有趣。来吃菜。接着，舞蹈老师带来更有动感的舞蹈，配合节奏更快的流行歌曲，不断变换手势和脚步，一点都难不倒这群关怀据点的长辈，大家都越跳越起劲。我们的脑力能够不会迟钝。也不会有那种老人痴呆，然后老师学教我们的舞呢，我们觉得不好的，我们会老师会帮我们在编。啊，排舞到那么八点，啊，在九点钟就到这边来上课，所以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了。哎，谢谢老师的带动。在前头带舞的老师方姿乔义务来关怀站教长辈跳舞，只要节奏适合的歌曲，他就会拿来编成舞蹈教长辈跳，还会把舞蹈带进安养护机构关怀其他长辈。最近他们更准备报考街头艺人执照，不会太难了，然后不要太剧烈啊，尽量不要转向，所以他们跳起来都很高兴。哇，我们在报名街头艺人，我们每个月都会到红安去帮长辈庆生，每个月我们都会过去。就我们有很多表演的成果，带动他们的欢乐啊，要不然他们都好像也蛮可怜的那个样子。我们就把我们的阳光活力带给他们。苓雅区一名关怀据点是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有一群热心的志工一起设计适合长辈学习的课程。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还准备丰盛的菜肴，课后就能够饱餐一顿。感谢长辈有这个机会给我服务。就在这里跟长辈很快乐，就大家都吃得很欢喜的啦。那期待就是他们在这边不仅只是来吃饭，那也够吃得更健康，能够吃得更营养。苓雅区的高龄人口高达17%，比例相当高。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94年就成立一名关怀据点，今年更加入长照2.0，成为社区整体照顾模式的细级据点，希望在更多资源投入下，让长辈获得更好的照顾。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南子区翠屏里成立乐活补给站，专门照顾身心障碍孩子，有自闭、行动不方便各种不同的状况。因为里长陈文志看到身心障碍家属的辛苦，希望提供喘息空间，让漫飞天使有第二个家。透过多元课程安排和志工长期耐心爱心的陪伴，这群大孩子逐渐展露笑容，也看到他们惊人的学习力。
今年的十二月四号星期几？今年十二月四号星期二。红展不需要看日历，靠心算就能准确算出区长口中的日期，这样的能力令人惊叹，也让人佩服。除了惊人的心算能力，红展自从来到翠屏里乐活补给站，最喜欢的还有唱歌。四个男人记得上他的单他的坏他的几个人人爱做的对看出来是脾气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你让你好。喜欢唱什么歌？唱歌喜欢唱，都喜欢唱，都喜欢、啊、每一首歌都喜欢唱、欸、每一首歌都喜欢唱。那你来这边开不开心？开心的哦。开心啊、喜欢这边很多人陪你，还有很多同学，是不是？对，医疗跟社会福利的结合，其实这个是这个资源要整合是有相当的难度哈。那最主要还是要有这些志工，啊，翠屏这边的志工有100多位哈，所以有这些志工的协助，那社会的资源，包括医疗的资源，还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可以一起来投入。慢活天使用手指沾染颜料，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男子区翠屏里乐活补给站自106年初成立至今，吸引各地宣教家庭把孩子送到这里，不但喘息了平常照顾压力，透过志工耐心付出及安排多元课程，孩子渐渐展露笑容和学习力。而同时也感受到很多跟这一群的这个，这就是大孩子们啊，也是算小孩子都有哈的、啊、他们的那种个性，感觉到他们很天真很活泼，而且呢，这个我们都要付出很大的这个爱心耐心，来尽我们最大的责任啊，这个把这一群的孩子们呢、啊，从不会到会，从这个不晓得要怎么样分辨正确与否来开始训练他们。尽管补给站的学员和一般孩子不同，都有不同状况，志工们需要过人的爱心与毅力，辅导过程更是艰辛。但如今看到漫飞天使一步步成长，不管是生活自理还是各项才艺学习都有所成果，一点一滴在心头，也让志工欣慰不已。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成立已经超过10年的青音乐团，团员来自高雄市各地，每周都会固定在三民区保安里活动中心排练演出。对于有一个场所能够聚集在一起练习，团员都感到很感激。除了经常巡回长照机构或社区活动中心进行表演，也希望对乐器演奏有兴趣的长辈可以一块来加入。耶诞节快到了，青音乐团 Kibo 老师兴致一来，带领团员们即兴演奏圣诞铃声，顿时间洋溢着欢乐的耶诞气氛。青音乐团成立10多年，团员们来自高雄市各地，每周固定在三民区保安里活动中心排练演出。 Kibo 老师团员们默契十足，只要练习口令一下，接下来就是一首又一首美好动人的音乐。当初会成立这个乐团，只是想说大家都退休了，啊，大家来娱乐娱乐一下，好。但是做这个宗旨，就想说我们回馈社会，大家有很好的才艺呀、啊，去关怀弱势，做一些爱心这样子。因为他为社会公益所做出的贡献，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的话，要给他一些方便，那鼓励他哦，然后更加哈、哦、来。重视哈，这个鼓励他继续哈，继续来贡献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保安里免费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团员们练习乐器，青音乐团也感恩在心。因此，只要社区举办活动，需要乐团登台表演，总是义不容辞。因为我是退休后才开始学乐器的啊，所以呢，来这边让我带给我很多快乐。然后我们也相对的去参加很多的慈善团体，我们也带给他们很多快乐。别以为乐器很难学，团员中就有不少之前对于乐器也是一窍不通，经过指导及勤加练习后，如今演奏起来也有大将之风。来的时候我觉得说啊，这个团体的人每个人都好厉害哦。然后为了因为我都跟不上，然后回去就很认真练，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我就跟得上了。他都没有事做的话，在家会很无聊，
啊，大家找个事情做，学一样才艺。轻音乐团透过鼓乐演奏，投入公益，散播快乐，也欢迎对于音乐有兴趣的长辈一块加入这个大家庭，沉浸在音符乐声的欢乐当中。社区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明天再会。